呀，嘿嘿，英俊，胖虎，谁？举宝，哎，这会苗苗他都对这个激光笔感兴趣，看看，但是不带你玩了，你啊，先不带你玩，你好好恢复身体，对，带这群猫玩，顶顶，这儿呢，顶顶。啊，胖虎来了，胖虎没事儿，谁哈你？还怕他们吗？来，胖虎走，往前走。胖虎比较喜欢在这面墙玩儿。快，小猫们集合了。看你们都雕塑吗？难道换个场地就不感兴趣了？宅那屋不还挺好吗？就是嘛，偶像往前走，走2步。你玩激光笔应该和你的儿子灿灿，这都属于我们家的头牌，在头牌玩。酸菜也来了。胖虎也要。酸菜来，没跑完接着跑。酸菜，哎呦，下去吧。胖虎已经在那就位了，胖虎来吧！哎呦我去，这踢踏舞把鞋都踩碎了吧？接着拍拍地板，胖虎不能太连贯了，这不，拍拍就得歇歇。你以为你是自己是熊掌呢？灿灿，别老光露个脑袋。偶像，你个小短腿应该走2步了，跑2步，跑起来呀！你那天连楼梯都上不来了，你让人笑话不？英俊心是不在激光笔上，可能还惦记陆毅呢，寻思待会儿用什么腔调去。冲路易吼，胖虎，停下你的脚步！哎我去，神经病吗？那是你出手打猫怎么那么快？你看川菜，这就像一个跳舞蹈的，这身姿身段哈，多么的轻盈！灿灿来了，灿灿跟酸菜一起跳双人舞、交谊舞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哎呦，这家伙，这是不知道以为你有8条腿呢，这倒腾的。胖虎，你是来干啥来了？参与不参与啊？不参与，我还是看灿灿倒腾。这8条腿儿，多可爱，颤颤！你说闪闪，绝对不容胖虎。既然看墙，我就给你照墙上。能不能抬起你尊贵的身子？哎，我还得去训斥胡英俊去。你看，路易又被胡英俊逼到了那个犄角，又要跑了。哎呦呦呦，难得难得！继续，胖虎，继续你的32路弹腿。这32路还是36路？反正除以4能除开哈。完了，你弹不弹都没有关系了，没电了，没玩够的，下回等我充完电再来玩吧。尤其像颤颤这种的，特别喜欢激光笔。哎呦，胖虎还喜欢蹭我呢，你看，来回的蹭我。哎，是没电了，这刚才怎么停一会儿，完了又来电了？来电了也是就那么一点电，果然没了，彻底没电了啊！玩不玩了啊？不玩了，给。
别给叼走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散了吧。